非常流行这些刺绣，包括他连你看，比如说连在帽子上面。我觉得它是今年至少两个元素很流行，它都在，比如说刺绣跟加上它是一个运动型外套，今年也很流行。选这一套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它有着 Gucci 的精神。然后呢，它今年的有一点花园的概念的编织，然后长版的